这个娃，超个极端体质。冲天椒吧还是啥？嗯，朝天椒。朝天椒对。这个估计好吃。嗯。不能那些吧。来个足球吧。烂球。啊对对对，你说错了，你看现在我跟黑猪去买点木，买点啊，嗯，我说你炒好了没有？没有鸡蛋咋就买的？哎你说你都炒好了，炒哪个鸡蛋？没有鸡蛋，去收点鸡蛋，又变成这么多像黑鸡了，这不是变成像黑鸡了？那鸡蛋给哪儿了？有鸡蛋吗？这一般都不要哪儿了，没有哈。是个小标啊，不知道，收了六个鸡蛋。那样不气不了了这。啊？外边快凉快了，好凉快。